接下来的目光就是要转向我们场边最美丽最吸睛的焦点，他们即将带来最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，请你们最热情的掌声鼓励，欢迎中心兄弟最美丽的啦啦队 Passion Sisters。再一次最热情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Passion Sisters， 谢谢 Passion Sisters， 一开场就用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泫雅的歌来进行开场，哇，大家应该感受得到他们满满的热力，满满的活力，当然等一下他们在应援台上的活力也要带着大家一起的热情加油，所以呢，请大家订阅我们中信兄弟 Twitch 官方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。